很多人问我怎么画一个清纯的素颜学生妆容，很像没有化妆，可是气色又非常好。我会推荐的一定是168断妆法。首先呢，就是要用一瓶好的顶级素颜霜，不用选，我们用这瓶美咖的白珍珠。再来呢，我们就直接在脸上点六点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我们逆着毛孔涂抹进去。像我这样素颜感的妆容就完成了。我等一下再去补上眉毛和口红。OK， 完妆。看我肌肤，就像真的出发的光泽。168断妆法的精髓就在于轻松、简单、快速就能出门，还能舍弃掉所有的瓶瓶罐罐，都在抹什么隔离啊、防晒。这瓶保养又能润色，非常方便。这瓶啊还有 SPF50 哦，不怕紫外线，而且不黏腻。里面使用高级的水解珍珠，皮肤更好吸收。你刚刚看我上妆啊，是不是非常的滑顺，很好推？像我刚刚那样啊，用逆着毛孔的方式，毛孔都隐形了。学生啊，最困扰的问题就是毛孔啊很粗大，还有粉刺。那现在啊，都藏起来了。而且啊，这个非常适合容易出油的肌肤，用起来分享清爽又很保湿哦。